这次的那个homework 93题，看来是weight， 可能也是标准的例子。 你看那个就是只有两个坐标 x 和 y 把兔子变成正方形，零一乘零一。那么这个函数应该很熟了，这个上学期就应该就有考过。就是在旁边吧。如果这是三变数，要么是零。 所以有无理数或者是零的时候，它是零；那有理数的时候，把它写成最简的分数 q 分之 p， 当 p q 都是正的，在零一之间，那么取值就取成 q 分之一。那这个函数叫做 Riemann function， 有名的函数。那个函数我们证了什么？ 有理数不连续，其他的连续，所有无理数都不连续。这一定要会，我忘记了，再次再证一次。 Discontinuity points of f， 就不连续的点，就是在有理数上面是不连续。其实零是零这样子做是连续，对不对？零这样子做是连续，所以我要扣掉。 是连续的，不是，反正就是无理数，基本上无理数是好的，是连续的。那有理数，它长了一个 q 分之一，会让它不连续。那所以呢，对它可不可以积分？ 为什么可以积分？因为有理数的测度为零，所以 f 的不连续值是零一中间的有理数，它有个测度为零，所以f的不连续值是零一中间的有理数，它有个测度为零。那所以呢，对它可不可以积分？为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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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积分？
个对这边不管关系什么，不能这样讲，就看这个说 x 和 y 只要有一个是无理数，就让它是零。只有当它都是有理数，
的时候，那么就把那个 x 写成刚才要 q 分之 p 最简单数，然后 p q 让它是正，那 q 就是 q 分之 p。那一样，这题叫你验证，要验证它是可积分函数，一开始就告诉你要做它是可积分。所以类似的一样，那所有只要有一个坐标是无理数的，它其实取零，它都是连续点。所以我只写下来，你要自己去做一下。它所有不连续的点，就是两个坐标就是有理数的。也许有零啦，我也许应该把零拿掉，我就简略这样子写，基本上就是这样子。所有这个函数不连续的地方，就是在这个集合里面，所有两个坐标都是有理数的点。那当然还是可数啊，就这个东西还是可数，既然可数，那就还是看得懂。所以它就可测度为零，测度为零，所以它可积分。好，所以你把这个论证写一下，为什么它你证明它这个哪些点连续，哪些点不连续？那这个 A 小题就做出来，做出它是可积分，因为就这样做。那你要把这边要做一做，不是就这样一起。然后呢，如果看成，位置的符号，就那个第二个积分，我写的是零到一，这个跟初位写的一样。其实用我们这个记号，我应该写成下面这个样子。零一是在这个积分的下面，这样子。那这边两个我都写对了。也知道，或者这边写 y 属于就把 dy 擦掉，这边是 x 属于就把 dx 擦掉，就这样。再打。所以你去验证一下，这个只是说明这个题目第一步这个做一下，然后呢，你去验证说不管 y 是有理数无理数，这个都可以做积分。对 x 都可以做积分，可是呢，根据 x 是有理数或无理数，它对 y 不一定可以积分，所以你只能算对 y 的上积分和下积分。那
只有在有理数的时候会不一样，无理数的时候其实这两个都一样，所以它会相等 almost 肯定会，所以只有在 x 是有理数的时候做出来的答案，一个是 q 分之一，一个是零，是这样子啊，会不一样。但是呢，这都合乎我们的不定律定理，它都会对。先验证它是可积分，那你就会做出来这个虽然它对 y 不一定可积分，但是你做出来 upper 和 lower 会相等 almost everywhere， 然后整个的积分再做起来就一样。所以这个大家正好拿这个练习一下。第二题是根本连积分都不可以的，那是 homework 9.2。那这是可以积分的，你拿来练习一下不定义定理，把这个东西搞清楚。这个给一个例子，它不一定在某一个坐标上面真的是可以积分，你只能算一算 lower 和 upper， 但是当然还是做出来它会相等 almost everywhere， 然后你去验证这个不定义定理就会，然后会对，你就知道它是可积分的。要把它验证一下，这个个别 iterated integral 做出来答案是什么？那整个当初还有一个这个整个 f of x y 和 e 上的积分，去验证一下。好，所以我只是说一下，没有要做，就是当大家的 homework， 好吧？所以但是提醒一下，这个一定要会做，或者在这边一定要会做，把这个不连续点到底长什么样子，要把它做出来。动手做的事。好，这个是我其实只是给例子，没有真的去解释，是这样子，把它当做 homework。好，所以我们要看什么？再做几个简单的事情，我们就做。
这是一个例子拿来写一下，练习一下。 要我们考虑的是一层 b 的长方体 a 和 b 分别是 r k 和 r n 的长方体，一样 f 是邦点，我假设事实上它是可积分的。那么刚才我跟你告诉你，如果 f 是一上可积分，那你要算 f 的积分和一上面的积分，你就先对任何一个坐标做下积分或上积分都可以，积出来之后。 再做剩下来的坐标，做出来的函数一定是剩下来的坐标的可积分函数，再把它做积分就好。那所以这边这个 lower i 和 upper i 是这样的记号，所以你要算这个积分，你就随便拿 lower i 或 upper i 拿来做积分就好。但是虽然是说有时候你会嫌 lower i 或 upper i 有些地方不好，然后做积分的时候你会调整一下，虽然它们相等 almost everywhere。 但如果你知道有个 g 落在 lower i 和 upper i 之间，那么你保证当中这个 g 也是可积分，而且你也可以用拿积出来做 a 上的积分，它也会是整个 f 在 e 上的积分。所以有时候你会方便，为了你的方便，你既不用 lower i 也不用 upper i， 你会把它调整一下，但是当然不是个关键事情，然后把这个积分做出来。 做一个简单的分场，就是一个分式步骤。所以我要证明 g 是可积分的。那下面这个是废话，因为它的积分落在 lower i 的积分和 upper i 的积分之间。那你已经知道，并不是告诉你这两个积分一样，所以这边那个积分就等于是 lower i 或 upper i 的积分，它是全部积分。 所以这边只需要做一做这个 g 是不是可积分就好。那么，也许你根本不要这么讲，没关系，我就这样写。所以我要讨论的就是 g 的不连续点是不是测度为零就好。那么它就交集 g 等于 lower i 或者不等于 lower i 的。 如果 g 会等于 lower i， 那么 g 的不连续点就是 lower i 的不连续点，在 g 等于 lower i 上面的不连续点，那就可以改成看 lower i 的不连续点。那么如果 g 会不等于 lower i， 它又夹在 lower i 和 upper i 之间，那这个集合当然包含在 lower i 和 upper i 不等于不相等的集合，你就会更大。那么这个东西已经知道测度是零了，这样子做，那这个当然测度也是零，因为你已经知道 lower i 是可积分，它是不连续点，这个包含在，这个东西也是测度的。 啊，所以这个只是。
This is the day she was up. I hope it's her about to be, and come back to create something.好，现在我们准备看一般区域上面的积分。到这里有没有疑问？没事，两个小问题。就是你刚才在说的这个 E nor I 的这个 major 是，就是 E 的那个 nor I 不是积分的吗？所以就是我们那个一般将近两个人 major 为零。再说一遍。就是你刚才得到这个 E nor I 最后那一步 ，E nor I 和 major 为零，是因为 nor I 本身是可积分的。对。哦，所以它 almost 全是。对。哦。然后另外一个问题是什么？在我们那个十点十里面呢，我那个对 y 实际上是不一定可积分的，就是它的相当于 lower i 和 upper i 会相等。对。那可是，在那个 coordinate 里面，看样子你就像你写你最后那个样子的话，好像是对每一个我就可以直接积分。因为我这边设的，然后在这里平常做的时候，工作是连续的。我这边假设它是连续的。对。既然是连续的，每个坐标又是连续的。哦。它就可以积分。哦。它就可以积分。哦。所以这边就这样子写。哦，所以每个坐标我积分。对。就给了一个强一点的条件写出来，对不对？那当然弱一点的话，你就还是要讨论。所以每次要写下次的上去的一大堆。那个当同学有来问，那当然你知道说，我这边的角色这个 x 和 y 是对称，我这边这样子写，先对 y 做积分。然后再对 x 做积分，这个定理完全可以写一个，先对 x 做积分，然后再对 y 做积分的不变一定。所以呢，所以这就告诉我们积分次序无关。所以这个这件事情已经藏在这个整个，不管是这个叙述或者定理的证，这完全没有所谓。一定要先对前面的或者后面的 variable 做积分，这个 statement 或者这个 proof 才会通，它通通是对称，所以这也是证明出来说，只要可积分，比如说在这个连续的状况之下，不管哪一个次序的积分答案都一样。你改成先对 x1， 这就是 x3， 再对 x5， 然后再对偶数做积分的答案，通通都一样，无所谓啊。这个。我刚才就没有在讲，各位同学来这说，还是说一下，这个你们的所有角色都是对称的，可以随便改变次序，都无所谓，答案都一样。还有个问题，好，所以我们来到我们最后的最一般的积分。
看任何一般的，但是当然要要求帮助，没有不会一开始就谈详细的。所以 S 是 RN 中间的一个有介集合，然后 F 是 S 上面的一个有介函数帮助上去。那我们先做第一步，干脆把 F 的定义扩散到扩充到整个 RN 上面，所以这个扩充出来的函数叫做 F sub S。 很简单啊，只要在 S 里面的当然沿用当初 F of X 的值，不在 S 里面的就规定它是零就是。所以 F sub S 是 RN 上面，它的定义域是 RN 上面的一个函数，但是它的行为，它真正有意义的行为当然就跟当初 F 是一样的，在 S 里面。我现在要定义什么叫做 F 在 S 上面的积分，我就随便调一个长方体。那现在 ES 是方便的，就保证有一个长方体把 S 盖住。所以我就问 F sub S 在 E 上面的积分有没有，如果有，它可以，它是这个上面的可积分函数，那就定义这个在 E 上面的积分就是 F在 S 上面的积分，就是 F 在 S 上面受到可积分。这就是我们初位也是这样子做，先谈长方形，然后要谈圆形啊、三角形啊，就拿一个方方方把它盖起来，这样做一个积分。那所以我们一样要先验证说我这种定义方法和一我挑的这个长方体无关，它才是 well defined。 所以我现在做这件事情。那
呢，我这边有一个 S， F 是上面的邮件函数，我先做 F sub S， 所以呢，它定义在整个 Rn 呢。我先要看它的积分，这边告诉你说，你随便挑一个长方形，长方体来盖住，这是你的 P。然后呢，你就对 F sub S 在一上面做积分。如果这个是一上的可积分函数，那你就说 F 在 S 上积分，并且 F S 在一上的积分的值，就定义成为 F 在 S 上的值，的积分值。那当然呢，我们的问题就是问说，现在有另外一个 E prime， 我也把 S 盖住，那么哦，一样有一个 F S， 对不对？定义在整个。这个 F S 到处都有定义，你也可以问 F sub S 在 E prime 上面可以积分，会不会有它在 E 上可积分，在 E prime 上面竟然不可积分，或者呢积分出来不一样的现象？所以我们要说这个定义是 well defined， 我们就把它改成。那要证明这个 lemma， 如果有 E 和 E prime 两个长方体，然后呢有一个 F， 其实就是这里 F S 的角色，但是我这里就写 F 吧。F 是 Rn， 的确也就是 Rn 上面的有界函数。我知道说它在 E 交集 E prime 以外，通通是零。你在就是这样，因为真正交集出来的是在这里。其他的地方它的值都是零。你在就是我们现在在考虑的状况。那么这个定理告诉，这个 lemma 告诉我们说。那么 F 在 E 上可积分若浅为若 F 在 E prime 上面可积分，只要有一个可积分，另外就一个可积分，如果有一个不可积分，另外一个都不可积分，而且如果可积分的话，这两个做出来的值会一样，所以这就在告诉我们，你随便挑一个，你只要验证那一个，那么李四挑的另外一个，他一定得要得出同样的结论。如果张三做出来可积分，李四做出来一定要是并且两个做出来的这个值，一个在一的，一个在 E prime， 保证一样，没有存在。这就是 well definedness 的 proof。我要做这件事情。OK。那么，我们用到上次的。整体上面的积分就等于每一个小的长方体上面的积分的总和。我们那个是 Chris Patrick 里面的一个，你把那个定理那个写出那个号，就大家我们要用的就是这个式子。那么
我有个 E， 你有个 E plus， 你不考虑他们的交互机叫做 E double plus， 这就是 E double plus。那边是一个长方体，长方形交集长方体，长方体再长方体，那边依然是一个长方体。我现在就把 E 做一个分割，利用 E 本身的端点，还有 E double prime 的端点，做出一个分割。所以呢，你现在就忘记 E prime， 你只看专心看 E， 利用 E double prime 的每一个坐标轴上面的端点，还有本身 E 的端点，做出 E 的一个 partition， 把它叫做 P。所以呢，就那个 E double prime 是一个 subrectangle。它属于这个 P， 它是里面的一个子长方体，对不对？然后呢，我现在说 F。用这个 additivity， F 在一上面可不可以积分，就问 F 在里面的每一个子长方体上面可不可以积分。所以就问其他的长方体怎么回事。如果 P 是如果 I 是 P 里面的一个小的子长方体，而且但是呢它又不是 E double prime 的话，那么显然 F 就会等于零。因为只有在 E double prime 里面才有，才不为零，其他地方它都是零。所以 F 在所有其他的子长方体里面它都是零的函数。所以呢，最多是边界的。那万一搞不好那个，它在这里也是不是零？然后我考虑这个长方体，那个是这个长方体嘛，在这个边界上面可能就不是零。那么怎么写 ？F 等于零 ，almost everywhere， 就在边界上面。所以呢，所以 F 一定是 I 上面的可积分函数，并且它的积分会是零。所以根据这个性质 ，F 到底是不是 E 上面的可积分函数，或求为弱？根据那个性质 ，F 在一上可积分，若求为若，在每一个小的子区间上面，小的长方体都要可积分。但是我已经告诉你，除了 E double prime 以外，所有其他长方体都是可积分，积分都是零。所以 F 在一上可不可积分，就问 F 在 E double prime 上面可不可积分。并且呢，如果可积分。那么它在一上面的积分会等于所有的排接群里面的积分，就是全部都是零，只剩下一个会活下来，那就是在这个子长方体里面的积分。所以我已经做完了。F 在一上可积分。目前为弱在 E double prime 的积分，那现在 F 在 E 上面的积分如果存在的话，就会等于 F 在 E double prime 上面的积分。我说我已经做完了，为什么？因为你现在再把 E 遮起来，考虑这边的这个，重做一次。
就说哦，一土壤上面可不可以积分？若且微弱，在一单分土壤上面可不可以积分？而且在一土壤上的积分等于一单分土壤上面的积分，所以一个是一，一个是一土壤，你用一单分土壤做桥梁，把事情做完，都已经做完了。这个证完了，就说这个定义是有意义的，没问题。可以吗？所以用 E double prime 做桥梁 ，F 和 E double E 和 E double prime， 还有 E prime 跟 E double prime 会共享同样的性质，只要可积分。为什么用另外一个可积分？而且积分，没问题。这个第四行的 F 不可积分是几条线吗？这是若且为若，它在 E 上可积分。若求为若，它在 E 加波上它可积分。所以用这边的性质，它在 E 上面可积分；若求为若，它在每一个小的子长方体上面都可积分。不是，我告诉你，这个这里早就知道可积分，因为它是零。这里早就知道可积分是零，这里早就知道可积分是零，所以整体可不可以积分，就只要问这个子长方体上面到底可不可以积分，因为其他的都是已经知道可以积分。但是我知道那个落水为弱，但是我们现在 要看在一块看的时候就对，所以落水为弱大，只要问其中一个小的一单位放落水为弱，就随便挑一个，如果它在上面可积分，就说 F 在 S 上可积分。那这边再告诉你，随便挑个一，张三挑这块白的，你是挑这块黄的，这个都可以。奇怪的函数怎么样？好不好？好，我们就上到这里。